妹们都没有人被讲台，三个都很台吗？对啊，台吧。所以台的征兆是染发吗？对啊，有，对，有，是讲话的感觉，讲话感觉也有，还有那个跪靠，假如跪靠，就是这样，假如你站起来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你站起来，然后跟观众自我介绍，说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，然后你叫什么名字，对，然后你的兴趣是什么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花妹，然后我们家没有在做什么，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唱歌跟跳舞。这样有会靠有台吗？讲话也没有什么，他长得很台啊，他长得很台，气质啊。小佑他这样叫做台，真的啊，高雄台妹都长这样子，对，台妹长这样子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台妹品质这么的高，你现在是替高雄的台界在讲话是不是？进化过，南部的台妹都是就是长得这样，对啊，漂漂亮亮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来，小茹请坐，来，请问你的系列是就台客啊？北部时尚台可拉面特征就是吊嘎，还有短裤，还有很不正经的谈吐。拉面好像一个明星哦，好像刘根红哎，好像哦，像刘根红吗？对，而且都喜欢穿吊嘎，刘根红也都是穿吊嘎。听说你在夜店把妹是冠军吗？就是还蛮常把的啦，对啊，去夜店一定都是把妹嘛，所以对啊，同理所有妹可能，同理所有的妹你要试着哪一个？是把一个看看。对，我挑个没有用过的，就是最左边那个。没有用过。豆花妹，豆花妹来。啊，你亏妹在夜店是不是？夜店，对啊，对啊，夜店。所以开场要怎么进行？开场就是一定会先跳舞嘛，哎呦 ，check it out， 呦，那什么嘴脸，好讨厌哦，哇，噔噔，呦，噔噔，会叹气哦，噔噔，呦，噔噔，小姐，哇，你跳的舞不错哦，加油啊，关音，关音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？对，不错，听说最近。还蛮常看到你的，所以呢，这有什么好？这开场有什么好？我不懂哎，这有什么好？很烂啊！这哪里可？这整个怎么会闭塞了？对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因为他没有跟我互动到，他不投入，没有互动到，你没有办法融入。可是你常常碰到就这种很难进攻的对象啊，常碰到，对，我常很常碰到，可是。不是啊，就是没有，应该会话会多一点啊，要比这个更多。不是话多一点，就是至少要这种很不屑啊，或是干嘛？哦，要有让你进攻。我觉得他太温柔了，太温柔，对，太温柔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在夜店里面跟别人搭讪，别人都会理你吗？我有被赏过巴掌，真的假的？刚才很多人都想要赏你巴掌啊。你是觉得那个赏巴掌是我只是这样子而已哦，然后我就是哇小姐漂亮哦，然后就把我撒巴掌，然后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然后他走到别的地方，而且重点每一个亏他的男的都全部都会被都赏巴掌，对啊，我就觉得那个很没品，不会啊，刚才在棚里只有我们只想赏你巴掌而已。25，你现在几岁？21，所以你4年后就要当妈妈嘞！哇塞！其实我是预估大概100年就会结婚。100年？民国100年？为什么要98年？还有两年？3年？他想要在100年讨个这个吉利啦！100年很多人选在100年的10月10号。哦，他做很多人特别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是吧？是我舅舅就是。灵通灵吧，然后就讲说我可能100年，我100年就会结婚了。哇，所以大家正我喜欢。什么事啊？刨冰面，甜甜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巧克力酱，会让人家感觉哇。所以高子你也觉得还好吗 ？Angel 面有可以吃是不是？有机会的时候。